发言。马文君委员，马文君委员不在场，请本案暂不予处理。请卢秀燕委员发言。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场，本案暂不予处理。请黄志雄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本席以及潘维刚、吴玉仁、陈碧涵等28人，鉴于国立台湾大学、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以及国立政治大学等知名国立大学爆发多名教授涉嫌长期以不实发票诈领学校研究经费或国科会等补助款，遭到检调约谈，为避免类似情势再次发生，影响台湾高等教育声誉，原此建请教育部加强各机关学校研究补助经费内部控账审核，加强风险管理机制，并建立学生助理人员应有之法治观念，让其了解相关行为之法律责任，避免沦为人头而卷入不必要之风波，以防类似弊端再次发生。是否有当，敬请公决。